女明星那些一摔成名的神机场面，奚梦瑶在维密大秀上因地板太滑不慎摔倒。奚梦瑶也凭借这一摔成功的摔进了豪门。景柯在国外红毯上意外摔倒，竟然一下子摔出了吸奶器。这是另类的出圈方式吗？而陈乔恩走红毯时差点摔走光。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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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还好没受伤啊。赵涵英子因天气寒冷和身体状况不佳，直接晕倒在红毯上。谢谢赵涵英子小姐啊，请您稍微请您稍微靠后一点，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晕倒？来来来，你还好？看完只能说女明星太不容易了。